Hello， 我是鸡汤的鸡汤主播我叫伊娃，又回来了。然后打一下广告哈，欢迎大家走进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993。啊，咱们喜欢看跳舞的哥哥们，记得不要忘记点击我们五星五九嗨翻天的直播室预约。什么可以穿羽绒服？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没有跳舞的时候真的是穿的羽绒服。下面时间是我给大家跳舞哈，然后喜欢伊娃的可以电脑用户右下方直播室通知可以打一下勾勾，然后手机用户在头顶上方有一个橙黄色的桃心，然后点一下关注，啊，咱们有心的可以再帮主播点一下心，谢谢，在这里啊，然后进行签到以后就可以点心了，咱们可以再帮忙点一下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好，我们跳第一个吧，喜欢我的可以帮一把点一下关注哈。
第一个啦，刚才那个叫上和下。真的好手速，少侠停不下来呀、啊、我们还差不到50颗星，可以点到1000啦，加油。等一下，等我撸一下鼻涕。回音是卡了，可以选择重进一下。有点热，还好我提前把空调关了，不然得多热呀。嗯，加油，咱们有新的再帮忙点一点，谢谢。然后我要跳第二个啦，大家喜欢伊娃的可以点一下直播室通知，在左下角有一个直播室通知我的地方，可以打一下勾勾。手机用户在头顶上方有一个黄色的桃心，嗯嗯，看一下下一个跳什么，膝盖痒，挠一挠。下一个要不跳一个慢舞吗？嗯，算了，我们还是跳这个吧。Of love.
掏出来了。嗯，然后喜欢一娃的可以点一下关注 ，Thank you。穿多了就叫我穿的多主播吧。之前的那。如果我能锻炼的话，我就不会长成胖子了，好吗？本来胖子跳起来就很吃力了，好吗？不要要求太多了，我这好累了。欢迎顺其自然。下次听到如果放的那种背景音乐，可以用那个酷狗摇一摇识别它，摇一摇，你们会吗？高兴呐、啊、咦，没有时间了，不会的话叫小姐姐我教你们。好了，咱们把关注点一下，我要下去了，拜拜。耳朵早摇，你把头